各位朋友，光临扬州，光临新能源上海电力电现场，再次的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感谢上海电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感谢今天舞台上所有的台前幕后所有付出的艺术家们，谢谢你们的支持，祝愿所有的朋友们越来越好，就像那首歌刚好遇见一样，以后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也许我们还会在哪里，不期而遇。再次的感谢大家，祝愿大家今天晚上做一个好梦，也希望这个好梦长长，好梦久久，好梦成真。说一声再见了，谢谢所有的朋友们，感谢新能源上海电的朋友们隆重的邀请，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时间当中能够腾出两个小时来观看我为大家唱的每一首歌，来看每一个演员带给大家的每一分钟每一秒表演，再次的感谢你们，一生平安，谢谢所有的粉丝们，希望你们回家的路上一路平安，谢谢，希望谢谢一刀，所有的朋友们回家的路上小心开车，一路平安，谢谢你们越来越好，谢谢谢谢，回去吧，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玉刀老师，谢谢。唱响国风经典，与上河电宋氏美学相映生辉，上河梦起一梦千年，让时间长河中汩汩奔涌的文明以生活的方式传承下去。李玉刀经典作品音乐会及新能源产品发布会至此圆满落幕，新能源上河电实景样板已经呈现，欢迎各位到现场参观，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和见证，请各位嘉宾有序退场，再次祝愿现场的所有的来宾身体健康，万事胜意。